獎嘉賓，元朗區少年警訊活動推廣委員會主席黃家賢先生，致送呢個紀念旗俾我哋嘅升級教練團隊。有請代表蕭仲文教練同埋蘇慧文領隊接受紀念旗。好，多謝曬。好啦，然後我哋正式頒發我哋嘅正義杯嘅殿軍，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，元朗區助理指揮官刑事歐陽少高警司，由元朗區少年警訊榮譽會長黃文漢先生 M 處陪同。今日正義杯嘅殿軍就係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，有請得獎學校代表和教練到台前領獎。我對老獎都冇攞到頒獎。恭喜曬！麻煩阿 Sir 留一留步。另外，我哋有請元朗區少年警訊榮譽會長洪俊超先生陪同頒獎，頒我哋正義杯嘅季軍。今日正義杯嘅季軍就係天水圍循道衛利小學。有請得獎的學校代表和教練到台前領獎。恭喜曬！仲有獎牌，唔該曬常會長。好啦，我哋繼續頒發正義杯亞軍。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，元朗區指揮官何振中總警司，由元朗區少年警訊榮譽會長會副主席鄧國新先生陪同。今日正義杯嘅亞軍就係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醒德學校。有請得獎學校代表同教練到台前領獎。麻煩阿 Sir 留一留步。另外，我哋有請另一位頒獎嘉賓，元朗區少年警訊主席方文理先生陪同頒獎。跟住落嚟係最緊張嘅時刻啦！今日正義杯嘅冠軍就係喜馬拉雅計劃。恭喜曬咁多間得獎學校，今次正義杯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啦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。